同学，我们来看这一题，视作 y 等于3的 x 次方的图形。那我们看到这个 xy 坐标，我们要怎么做这一题呢？我们采用的是列举法 ，x 跟 y 哦，我们设点哦，代数字进去 ，x 代0，当 x 等于0的时候，3的零次方 y 等于1。好，技巧左右对称。代一跟代负一，代二跟代负二。x 代一的时候 ，y 等于三 ；x 代负一的时候 ，y 等于三分之一 ；x 代二的时候 ，y 等于三的平方等于九 ；x 代负二的时候等于九分之一。接着哦，我们大概抓几个点出来，其他的我们就用点点点来表示。那我们就把这些点描到xy 轴坐标，可以得到0113，这个是负一跟三分之一这个位置，这个是29这个坐标，这个是负二跟九分之一这个坐标。那它是一条抛物线，所以呢不要太直，就是顺的画上去。这样就可以完成这一题的图形作答。